叫咩名啊？叫做水东湾大桥呀、啊。啊，我以为是嗰边上去嘅。哦，嗰时路嚟过一回咯。话就嗰一次，话到冇咁乱嚟噶。哇，好靓喎呢个桥。未到啊。要望喺头先靓嘅。咁咪回头跟啫。咁咪回头，如果是等一头。丹长镇嘅碧桂园开盘嘅时候系卖2000几一方，而家卖到4000几一方。好靓喎！我讲咗好多次，呢边嘅天真系蓝过广州好多啊！我哋莲白好靓噶，我真系好靓。我哋皆因肯定靓，翻嚟一次就靓过一次。水东湾大桥是粤西最长的跨海大桥。水东湾大桥于2020年的年底开通。好像我们广州的列德大桥。住在海边的人他又不觉得什么呢，天天看着他都没办法，他想走都走不了。他生长在那个地方，你想去哪里？他想出出水东，他又没有钱买房，你就只能回到这里。这里叫做什么？叫做澳内。澳内用脚踩呀？肯定的啦，佢就用脚。我用底卡吗？冇，底咪浆浆。浆，佢以前清。啊，最古的浆。清到嗰啲水鞋，就好似搞，好似搞泥浆咁样。其实依可以用一支支啊。哇，好靓啊！望到啦，咁都有系，唉，沟仔仲正，点解咁多渔船嘅？系啊，今日朋友嘅老公带我哋嚟嘅系澳内海，呢度嘅渔船白天停靠喺海边，晚黑7、8点嘅时候出海捞鱼，凌晨4、5点就翻到嚟海边。如果想看他们怎样交易，可以凌晨4、5点来。场面虚撼，不过我就起不到那么早了。这里又有粗盐卖噃。哇，好多海鲜。螃蟹仔。小螃蟹。多少钱？100块钱。有好啲舊嘅漁船喺海邊，我哋可以近距離睇下漁船係乜嘢樣嘅。喂，呢部其實漁民嘅工作又辛苦又危險，晚黑出海有風險，日頭又曬到不得了，作息時間與正常人相反。影翻幾張靚相先。
一般嚟到茂名嘅游客都只会去陈村海鲜街食海鲜，但系地胆朋友就带我哋嚟奥内海呢边食。造船厂嘅广告，食海鲜嘅门口停满晒车，想食乜嘢就拣乜嘢。呢啲海鲜全部都系当日凌晨从奥内海捞翻嚟嘅。白灼濑尿虾，呢度叫虾菇。今日留翻嚟嘅呢种鱼最多，煎翻几条。酸甜海蜇、白沙贝冬瓜汤，个汤滚出嚟超级鲜甜。贝壳几乎全部都是白色的，才是真正的白沙贝。盐水鱿鱼仔，用盐水烚熟，再在面头淋少少花生油。在这里吃饭是没有空调的，海风已经很凉爽了。个汤好甜。自美斋蒜蓉辣椒酱。点解呢度全部都是用辣椒酱嘅？炒海蝦，陳醋麻辣的口味就吃得多了，酸甜口味就第一次吃。不要看它魚仔細細，骨都不多。佢搣埋殼嘅喎，你睇下呢度嘅空調係關住嘅，吹海風已經足夠涼爽。跟住本地人學下點樣搣瀨尿蝦先。谢谢，看你搣得咁好嘅。有高嘅喎，咪想做咯？呢度叫咩啊？瓜子咩啊？指甲螺，指甲螺，广州叫数字。上汤南瓜苗，佢哋话南瓜苗即使唔喷农药，佢都唔会生虫，系非常健康嘅一种蔬菜。食完出嚟，海上面嘅渔船已经全部着晒闪灯。佢哋晚黑捞鱼嘅时候，海上面系冇任何照明工具嘅。呢啲閃嘅燈就可以提醒彼此唔好相互靠近。喂，啲船開始喐啦喎，開始出去撈魚啦喎。就係呢間望海樓啦。走嘅時候仲有好多客人。晚黑翻嚟嘅時候，水東灣大橋已經著咗燈啦。今晚呢餐飯如果喺陳村海鮮街食，点都要500到600元之间，但系今日埋单只用咗330元，呢个价格真系出乎我意料之外，真系又新鲜又平又好食，仲可以欣赏美丽嘅海景添。如果你哋有机会嚟茂名，一定都要嚟奥内呢度食海鲜。
桂圆在茂名的销售并不理想，马上可以看到着灯的一栋楼只有一两户那么多。碧桂园咁多楼都冇几多着灯噶啦，冇几多人住啊！冇几多人住。记得关注我，下个视频继续带你体验茂名。